Hello，晚上好。Good morning, everyone. Today is a happy day. Let's happy. 好圆呐！我是一个球。确实，毕生所学了。No, no, no. I can say. More and more, such as tonight the moon is beautiful and you is beautiful too. 我们现在这个新中心的房间里，这个光比我想象中的漂亮非常的多，很漂亮。提前带大家入住一下新中心呢，谢谢 TRAF，sorry，我不会，TRAFALGARD water 的奶茶，谢谢。对，我们在看房间，啊，不睡这儿，啥也没有。这个房间非常的小，我愿意将它称之为蜗居。嗨，晚上好。我已经坐在这个房间的最末端啦。谢谢无尘剑商的奶茶，谢谢爱奶盖的卢铁阿巴的，哎，怎么变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我个人觉得应该也就十几平吧，就是他口中的27平，可能是从门，包括厕所。一整个房间有27平，实际上这个房间除了进门的地方，除去厕所，可能能住人的地方也就15、6平，撑死了，不能再多了。好吧，再撑大点，撑死了20吧。啊，对对对，它这个厨房灶台还占了应该有个5平的样子，4、5，正好5平。所以这个房间真的很小，so small。而且我想象中拥有窗户之后的快乐生活，是我推开窗能看到一片绿草地或者是大马路，结果我推开窗看见的只有我伸手可触及的对面房屋的背，也没有到触手可及吧，也就是可能一个擦衣杆我就能碰到的距离。窗外是旁边的楼房的背面，啊，那倒不不不，他不像买房子一样算得这么清楚，他是一个房间有27平的。我以为有阳光，我还打算躺在床上让太阳晒进来，然后我好治治我身上的猫癣。结果我发现，哦吼，压根儿没有，我能见到的只有对面的楼房。谢谢爱奶盖的卢铁，阿巴的荧光棒，谢谢北极熊的奶茶，就非常的神奇这件事情。今天晚上走进这个房间，让我对入住新中心突然没有了那么期待。就是我们设想一下，把东西全部搬进来，我们甚至找不到给铜锣烧和 BB 放猫砂盆的地方，就很神奇这件事情。我又长猫癣了，无语。那个猫癣真的除了我，没有人靠近它之后还长，就很神奇这件事情。唉，我本来也想让它晒个太阳的，结果窗是有了，但是太阳确实是有点难得。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射门镜的那个框架已经架在那儿了。就可能等到我们下周再入住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儿了。我好不容易跟他培养起感情，我怎么能不抱他呢？猫癣就是一种病，你可以百度一下。猫癣挺痒的，谢谢皮之火的奶茶。疼痒疼痒的。
严重一点的它会烂。这个项链是之前总选的时候搭那套总选的那个衣服的，结果当时没有搭上，然后就留在现在了。这个珠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在镜头里是一个反光的，像个夜光珠一样，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玻璃珠罢了。我妈今天打视频跟我看到也是，她说你怎么小小年纪戴一串珍珠在脖子上，她说显得我很老气。我说无语，我说我另一半边是星星，哪有10块钱都买到的珍珠啊，我无语了。谢谢爱奶盖的如铁阿巴的玫瑰花。对，搬家是个体力活，如果那个床明后天能到，我就会在这监工等它装完。哇，你这个名字江宇航听了一定很难过，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高兴呢。用爱发电是个高兴的事儿，不这个字儿就很绝。贵妇装，不是，这是我的小碎花裙，这是我的小碎花裙，它是这样的，它不是贵妇装，无语了。不是，它不狂野，它本来挺小清新的。我买那天是我去拍照那天，然后我们去跟炮灰吃了个饭，然后去逛街。我买的时候，那天我是一个长发直的，我一直是直的。那天的，就是那天的头发是直的，然后那天的时候，那个这个裙子穿在我身上就还挺清纯的，但是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我卷了这个头发之后，我在照镜子就觉得自己像一个蹦迪蹦完出来的，就很神奇。无论我怎么去掩盖，我都看起来很狂野。不，你们，我们换一个词，不能用狂野，用性感。不，你可能不知道，锁骨不是显出来的，是本来就有的。很多人是没有锁骨的。只要我有，穿什么我都可以有，我连穿 T 恤都可以有锁骨，哼哼，怪不好意思的，哼哼，对，以后要隔玻璃相望。等它装好之后，我有机会12点钟带大家见识一下上了锁的那个什么隔窗相望。谢谢爱奶盖的卢提亚送的应援棒。哦，不呸，荧光棒，对不起，谢谢。不要送荧光棒了，我会读错的。我今天也是直的，我非常的直。别呀，你送，你要送个99是吧？你我5个送5个，我读错了，交的就罚款都不够我交呢。你们不要说我的头发是弯的，你们显得我很奇怪，这叫卷发，卷的。我哪天不直，我哪天都是直的，我只是今天的头发不太直，好吧。我每天都很直，我笔直向上啊，呜、哦、扭到脖子了，呜、哦、呜、哦，嗯，哎呀，脖子也不直了。对，我很正直，对，笔直向上，笔直吧，特别笔直，虽然没有天鹅颈，但是也是直的。谢谢爱奶盖的卢铁阿巴的巧克力。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从小到大都是祖国未来的花朵，非常的那个阳光向上，积极。哇哦，谢谢我们 iPhone 4的99朵玫瑰，谢谢，谢谢咕噜噜的奶茶，我眼睛都亮了一下，看到99朵玫瑰。我从哪里少拿了一个东西，但是你少拿了啥？我下一个拿给你说。
你这还有，这是你的被子吗？是吧，今天头发就很花，这叫花枝招展。为什么我的月末冲刺现在才弹出来？谢谢痛苦合作社的巧克力。换过几次房间？我才来一年多，我能换过几次房间？谢谢。是呀，他在阻止我月末冲刺。拍照是不可能的，当我把今天的微博发完，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拍的了。你可以都在直播里看一会儿，就是得不到的才珍贵，你们懂吧？一旦我拍了照了，你们就不新鲜了，就不来看我的直播了。看看我的直播，会发现我每天都非常的精彩。谢谢满杯金菠萝的巧克力，谢谢自己加油吧的玫瑰花。我发微博，我还有照片，我打算发那些拍立得的。哦，原来你们不想看那些拍立得，懂了。我今天就回去把这身衣服自拍下来发出来，不用拍立得是吧？刚好我也不想发，既然大家这么客气，那个拍立得我就不发了吧。啊，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就是小孩子呀。小孩子怎么会给大家这么多选择呢？小孩子的选择只有一个，我们非常专心的。天呐，原来你直播是这种风格。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坐在这里直播嘛，无语。非常好。我平常不也是这样的吗？你平常不是。那是你太正直了，整得我也很正直。我平常还是比较骚，不是，闷骚的。谢谢那个什么的荧光棒，不是，对对对，没错，谢谢。哎呀，你们刷太快了，我看不见谁送的，谢谢你的荧光棒。哪有误解？我这是正解，你们不懂。哦，谢谢爱奶盖的卢铁阿巴的荧光棒，你的名字好长啊，我也不能管你叫奶盖，喊你喊阿巴又显得我很不聪明。我去理解，我怎么理解？不行，你喊阿巴，我有种阿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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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什么那种小学生，我们不能再幼稚了，大学生阿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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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飞流的荧光棒。我介意，我不想被当成一个智障，阿巴阿巴阿巴。谢谢清辉的幺蛾子，哇哦，谢谢，谢谢。我说为什么这个空调什么都不凉快？你会把蚊子放进来的，你知道吗？谢谢守护你的校园的奶茶，谢谢 ICE 的奶茶，这是 I 还是 L？我仿佛是个文盲。老公不好吧？你看我今天哪像个老公？算吧，还是喊老公吧。我也不是不可以当老公的。哎呦，我听到了无语被嘲笑我。我给你们看他的表情，哎，别！星黛露，我觉得他很适合在我身上。啊哈！他打我，耶！好，他进不到，他不能跟我同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喊老婆，不用，你可以喊我宝贝。朋友们，我是大露露，
做梦都梦见过的大利率。想看发财，没有发财。是吧，好大一只，最大的露露，比草莓熊还要大，我觉得它可能有俩草莓熊那么大，哦，倒也没有那么夸张。它主要是耳朵占了个优势，它的耳朵太长了。它比我高好多，不行，就显得我很矮，上不去。它会说话吗？我要在这再让新黛露说出话来，吴雨霏可能就要白眼翻到天上去了。它确实很占地方。我多高？我1.63米，严谨一点，也要把那个三记住好吗？三，1.63米。我把它耳朵剪了，不好吧？给我下来！它弯了，朋友们，新黛露弯了。1.63米，把三给我记住，严谨一点，我们是严谨的人。它太大了，而且它让我好热，我不要跟它待在一块儿了。哎呦，作文朋友，你不要碰瓷我，你不要倒下来。哎呀，天哪，啊，双下巴都下出来了。天哪，一个女孩子怎么长这么肿？嗯，躺好了，你们看她躺得多舒服。嗯，耶，是吧，严谨吧，我就是一个严谨的人。耳朵弯了，哎，它可以是弯的，没关系，反正又不是我是弯的。我没掀它裙子，它这裙子这么短，还有我掀吗？自己就掀起来了。你们要理解一下，小孩子的睡姿是没有那么好的。嗯，哪里奇怪？是你们奇怪好不好？你们不盯着人家绝世的容颜看，不盯着他可爱的耳朵看，非要盯着人家裙子看，你说你们是不是变态？变态。我不是，你们才是。啊，你们犯罪偶像是吧？你们确定哦？记住这句话哦。是不是？告诉我是不是？是不是随偶像？快点回答我是不是？别不说话呀！你们不要有胆说没胆认呢！赶紧呀！不是要随偶像吗？随呀！快点，你们说随偶像，我马上告诉你们随什么。万一随我是个富，随我即将成为一个富婆呢？我的普通话随我，那你的普通话非常不错 ，very good。我不是弯的，我每句话没带诱惑，不用谢谢我，没有陷阱。我是人，你们不是吗？哦，原来你们不是人，真不是人，怪不得，平常都不跟我聊天，也不给我送鸡腿，原来你们不是人，我懂了。天哪，吴雨霏像在摆正法一样。你这些东西不会一脚把他们全部踢下来吗？我睡着了，为什么呀？你万一嫌他们占地方呢？对，非常好。我不是月末靠你们救济，我是整个月都靠你们救济。鬼节那天晚上，鬼节已经过去很久了，你为什么还在这游荡？随我是女孩子，我是个男的朋友，你怎么就知道我是个女孩子了嘞？那万一我不是，你多尴尬了。
谢谢爱吃大白兔奶糖的巧克力。是呀，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吧？不知道吧？你们喜欢了一个男人啊，哈哈哈。因为我头发是弯的，男孩子的头发也可以是弯的呀。你把鞋穿上，我好想让大家看看你的表情。吴雨霏刚刚的表情。他白我一眼。我看你。后街女孩，男孩子，我的后街没有，我就不是喉结也分明显和不明显的嘛。啊，对呀，我晚上上男厕，你信不信你今晚就可以在厕所男厕里碰到一个女鬼。啊，传下去不可以，这是我们 N 岁才可以传的东西。啊，当然啊，不是传这个，这个是捏造的，这个不可以传。谢谢麦吉的奶茶。我写一个男厕在外面，他就是男厕了。只要我说是，谁敢说他不是呢？不上厕所不好吧？你今晚总不能不喝水吧？你说明我不瘦啊，所以看不见喉结。谢谢蓝色双鱼的奶茶。啊，肯定不在宿舍门口写啊。我们 N 岁一笔一画都是直的。我有胡，我剃了胡子，怎么不给我爱美吗？男生不可以爱美吗？你们不要性别歧视哈。哪有，我声音不够低沉，说起来很好笑。今天最后一首歌《不负众望》，哥哥说，他说我求求你们了，能不能唱一点女孩子唱出来的声音？他说我们第一段像一群老爷们站在台上唱歌，他说你们能不能不要开头起这么低，一张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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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男人才是这样说话的。他说你们能不能发出一些少女的声音，不要发出一些男人的声音在台上。你想看长胡子的我可能是看不见了，你可以看到长头发的我。对，男团，我们是男团，实打实的一个男团。男生夏天都不穿上衣，那叫流氓。我就喜欢穿，每天都在被广巴的哥哥教我们怎么做一个女人。快去吧，睡觉，不然明天你要罚站了。嗨，晚上好。大型少女团，我们不是团伙，不是录音室的哥哥，是控台的哥哥。啊 ，N 三没有女人 ，N 三有女人吗 ？N 三没有 ，N 三每个人都是男人 ，N 三有金花吗？我想想，艾琳，我们 N 三都是瓜，我可以不是人啊，反正你们犯随偶像，我是不是人，你们自己看呗。我是花，不是百合花，我是花，我是星星，闪闪发光的星星，有棱有角的星星，男花，这个形容特别吓人，我想象不出男花是什么样的。大猩猩也不是不可以呀，朋友。戴拿奥特曼，戴拿奥特曼有钱吗？他如果有钱，我就是戴拿奥特曼。我想一下，我想做谁？我想当那个，我想当那个
巧克力工厂的那个巧克力工厂的主人，我感觉他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虽然我不爱吃巧克力，但是我总觉得他非常有钱。啊，那我不要当戴拿。不，他太穷，他跟我一样穷，我有什么好羡慕的？他能拯救世界，可我只想拯救我自己。啊，是在我看来，奥特曼真的长得一样，但是我不可以说这样的话，待会儿有人要出警我了。谁不想有钱呢？很难想象谁想没有，谁想是一个穷光蛋。是的，巧克力工厂的金色对讲区。蝙蝠侠也有钱，那这么说来，那个奇异博士也有钱。哦，我喜欢钢铁侠，但我不想做钢铁侠。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嫁给钢铁侠，长大后我发现他是有老婆的。卷福在做医生的时候还是很富有的，好不好？他演那个奇异博士的时候，小时候我觉得我一定要住在钢铁侠住的那个房子里面，什么都是全智能高科技的，然后那个钢铁侠又帅，他还会飞天，他简直是完美，就是诠释了我小时候所有的梦想，住在高楼大厦里面，然后非常有钱，还会飞，然后想去哪玩就去哪玩。雷神啊，也不是不行吧。哎，瞧我们在这聊什么呢，聊的好像我真的挑可以挑一样。你们不要给我一种我仿佛真的能挑的错觉，好不好？我会飞，我跟你讲，我要是会飞，我就不在这地方转鸡腿了，我明天就去自愿献身给国家做实验。只要他给我一笔钱。哇，这个光是真的很好看，它从上面打下来都很好看。但没必要。你缺这个袋子吗？我缺，我真的缺。天哪，吴雨霏这个床。真的好可怕，我要是晚上有这么一排东西看着我，耶，我很开心。还卡吗？哇，12点多。是啊，他有好多双眼睛在看他，所以我晚上都是让这些娃娃背着我睡的，我从来不让他们正对着我睡。特别是那个就是像陀尼那些眼睛是珠子的那种，我总觉得你不要说，它会发光，说了晚上我就要，我本来不害怕的。你没有听过很多关于洋娃娃的鬼故事吗？爬爬爬，我还会唱的。你会唱背着洋娃娃，那个是讲 Hello Kitty 的。我去找那个。哦，你去找那遥控器。真的，这个房间非常的小，我从房间门口跑到房间最底部，我甚至可以跑出一个2秒的一个水平。哇哦，真的很神奇。真的 ，Hello Kitty 是一个关于鬼的一个故事，你们可能没有听过，但它真的很吓人。哇，这是我见过第一个从头顶上下来这么好看的灯，朋友们，以后直播我再也不用打光了，这个光就已经非常漂亮了。耶、yeah。
心嘛，不能打空气。是，谢谢你，没事儿。我要给你关掉。啊，对对对，我们在等你关空调。我看你们是好像要住这儿的感觉。啊不不不，我们只是来收个东西。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就是那，请问就这边的这个空调，空气要找谁拿呀？那个叫王丽的吧，到时候我跟他说一声嘛。你们搬进来，他应该会给你们的。哦，好。好。你要关灯吗？哎，关吧，谢谢谢谢。都是在那个车上印的你们的照片的。啊，对对对。什么时候给我签个字？到时候你们有名了以后我就。好，等我有名的时候给你签个字。啊。好。你们全部搬上来，所以我就搬到。你们什么时候搬下去啊？就我一个人。哦。20541401，知道吗？我们这最有名的。好。啊，谢谢哦，谢谢。钥匙拿了，再看一下。嗯，我没有带东西。走走走，我们小时候拉大手。他不是本地的。Yeah, 我第一天。我第一天跟他讲话，我觉得他像东北的。我们第一天来看的时候就说你们是不是那边什么 AK 那边那个 AKB 的什么48的，然后我说哎你居然知道，上一次我都没有化妆来，怪不好意思的。今天人模人样了，他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之前看过房。他是本来住在这个上面的叔叔，然后但是因为公司租了一整层，一整层，所以他要搬下楼去，也没有很年轻吧，我觉得他看着跟我爸差不多大。为什么他头发很大？哦，我觉得他极有可能比我爸还大。我觉得北方人讲话都蛮好听的，他们声音很浑厚，然后普通话又很标准。啦啦啦！我们第一天见他就说，他说你们是那边那个车上印着你们照片的那个吗？我说，不错，不是，大家下来晾衣服。然后我们说，那个上面印的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16个人。乌漆嘛黑的这里晚上。哇，这边还有这个酒店。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这里有个酒店，他们告诉我已经开了非常久了。像一个鬼酒店一样，还不错，我觉得就是等，就是，他们好像今天停电，好多人在这边开的房。哦，我猜的。就是我们去上海中心，我们不是住旁边的那个，嗯，来着，酒店。酒店，然后他们来了，他们就住这个酒店，啊，对，跟那边简直一毛一样。因为现在这里没有房给他们住。啊哈。不是，我现在给他签名很尴尬的一点就是我签上去他都不认识我是谁，然后我的字儿又没写得多好看，你说人家去买个字帖吧也挺便宜的，没有必要在我这儿买一手我这么臭的字儿。他好蓝，像照在我的脸上我像个蓝精灵。啊，有点那个格鲁纳酒店的意思了。教我几句北京话。老妹儿长得贼带劲儿了。哎，我们又是楼梯，又简直没有。没有平地，万丈高楼平地起。哪曾想到全是楼梯。虽然我才吃完雪糕，但是并不妨碍我还想吃雪糕。但是我告诉自己不可以。
啦啦啦啦啦。那我们开个门，谢谢。好厉害，你们还教我说蒙语。蒙语怎么说？先发个字来让我学学。你把这个车子拉到最哪里了？那边新中心。啊？新中心。苏北话，我只听过苏州。好神奇呀、啊！谢谢 Jeff 觉得还行的荧光棒。不必，你们教我说这么多话，我能记得住吗？我连四川话都不会说，更别说你们说的这些话了。能多买几个小车车吗？看来只有半夜去搬的话，这个小车车才不抢手。啦啦啦啦！闽南语，闽南语是那首歌里面那个语吗？那个什么？散文天注定。这是什么三分天注定吗？对啊，我怎么会唱这个？哦，我居然听懂了。这不是我们听的。爱拼才会赢。我知道那个问有什么歌啊？孙燕姿的歌里面吧。那个什么 TOOBLO 那个是闽南语吗？感觉有点像啊，我记得它不是闽南语，是什么语来着？就是闽南语。Hello。TOOBLO。只有我一。明天应该会只有我一个人住那吧？有可能哦。啊。你们不是说明天要住那吗？没有床。哦。天哪，他居然收了这么大的！天哪！拜拜！拜拜！通路少姐姐来了，带大家去看我遛猫。哦，不是，不遛了。他看起来并不是很高兴，还是不遛了。我的手机快要没电了，等我播到没电，我们就下播吧。我爱上一个 ，Hello， 我看到一个身影在逃窜，我的猫呢？铜锣烧，铜锣烧，抹布，哎呦，不是你，你个老鼠，呀、yeah!。我们铜锣烧出来啦，嗯，烧烧，呀，跟你老婆亲亲呀、啊，不好吧？呀，你怎么趴下来了？你他俩怎么在我这儿躺着了呢？在擦地，人家没有在擦地。你不要蹭我 BB， 董老师，董董浩，我来跟你贴贴，嘿，贴贴，董老师，贴贴，喂、哎，有点重，贴贴，贴贴，董老师，他不跟我贴贴。我坐下来跟你贴贴，哎呦，你不跟我贴贴，贴贴，铜锣烧，贴贴，好不好？贴贴，嗯，哎呦，你不要踩着我站起来，你怎么踩着我站起来了？哎，你尊重一下我呢，别摔了，别摔了，救命！我是你的踩
我是你的猫爬架吗？请问，哎呀，躺下来，乖，踩不稳，救命！哎呀，去哪儿啊你？一起躺下来，我们贴贴，躺下来贴贴。他们都说铜锣烧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哪里一样，但他们都说我们长得很像。高蔚然说我们长得像，北哥说我们长得像，就连丹妮偶尔过来看他都说他跟我长得像。他们说天哪，杨若曦你怎么在地上趴着，看看我们哪像了。我们哪里像了？哪里像了？你不要走，我还没整明白我们哪里像。乖乖，我们哪里像？我们再看一眼，我们哪里像了？你在看什么？哪里像了我跟他？他们说每次看到铜锣烧就仿佛看到了杨若曦，每次铜锣烧生气瞪他们的瞪高蔚然的时候，高蔚然说天哪好可怕，杨若曦在瞪我。他不肯给我挖摸爪爪，嘿宝贝。他趴在我身上不走了，好家伙！你怎么不走了呢？每一只猫都能在很上面，只有你不能上去，你好不醒目。你这样趴着我好累呀。哎呀，不跟你们看铜锣烧了，他踢我，我警告你，你不要踢我，不回头。哎，不走不走不走，他们说小猫咪舒服的时候就会咕噜咕噜。铜锣烧铜锣烧，哎哎，啊！铜锣烧，我摸他蹭我，哈！他一天能睡多少个小时？他还困，握手。什么把你的手放在可爱的狗狗面前，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首先抬头瞪了我一眼，然后闭上了眼睛，然后看上了远方，然后再也没有理过我的手。嘿，哎，哎，哎，没意思哈。你不配合我，你不配合我这个游戏就没意思了。他对我的手丝毫不感兴趣，无语啊，无语。嗨铜锣烧，嗨嗨，啊蹭蹭，他蹭我，他好敷衍我，他只蹭一下。我感谢你抽出一秒钟敷衍我哦。走了，带着他的尾巴，他走了。他好敷衍我，他花了一秒钟来敷衍我一下。我该，你的尾巴好大哦，
大尾巴狼，你大尾巴狼，大尾巴狼，你又带头偷零食哈，不可以。你要干嘛，大尾巴狼？嗨，大尾巴狼，你大尾巴狼，嗨，不理我，我们不跟他玩了，他不好玩。我今天的妆也是波灵波灵的。你的眼里有星星，波灵波灵。绿色的球，那不是绿色的球，那是他们的玩具。谢谢星星的奶茶，这个是照着那天拍照的妆画的，稍微加重了一点，因为今天上台。其实我感觉我有点困了，今天早上它停电停得太早了，就是我觉得，然后为了能够早一点有选择房间的机会，我特地他12点能拿钥匙，我就设了闹钟，12点就开始挣扎着起床，结果唉，没有抽到跟盖盖他们一边儿，也没有跟炮灰他们一边儿，本来还说大家住过去了，我买杯子还买了大家的杯子。买锅我也买了大的，说大家可以坐在一块儿，下了工友回来可以一起吃，直个播，然后我把椰子鸡什么弄好，大家可以吃宵夜了。好家伙，12点门禁，吃了大家谁都不用回去了。突然就觉得这个门禁真的很绝。嗯。没关系，以后多买张床垫铺在地上，铺地上给大家供大家前来吃饭，走不了留宿。没有公共区域，公共区还是在这边上课的楼里面，教室排练室这边。对，它真的就隔离了，就是隔窗相望，它有个铁门，然后以后大家是人脸识别才能进去。他平常都没有关系，反正就12点之后，他把门禁推迟了半个小时。他之前是11点半，现在我们的门禁是11点半，然后他推迟到了12点。我真谢谢他。我一直觉得铜锣烧是个傻子，他玩玩具很不聪明。你看他看到我说他不玩了。嗨，傻子。傻子。傻子 ，Hello， 东东，铜锣烧在家吗？你看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玩，我也不知道别的猫是怎么玩，他为什么玩成这样，就显得很不聪明。然后他还特别不愿意在我面前暴露他的智商。他一旦看到我看他在玩一玩具，他就再也不玩了。猫是很喜欢玩这个东西的，只有他不喜欢玩。那个大龙虾我送给粽粽，我送给炒哥了。咚咚咚咚，他真的很傲娇，他把一只猫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
他老婆也去了，咦，老婆来了，扒拉老婆一下，呀，老婆掉上去了。全宿舍的猫只有铜锣烧一个人不会玩猫爬架，他不知道我在说他，我们笑得小声一点。铜锣烧从来没有去过高的地方。不能这，不能笑得太大声哈，那我铜锣烧不玩了，他也就只能玩玩这种在地板上能玩的东西了。他不玩了，他意识到我在说他了。哦吼，你看这个猫爬架只有铜锣烧不会上去，我现在把它扔上去它马上就会下来，它根本就不喜欢在上面呀。我跟你们讲它像一滩水一样，根本拎不起来，特别软。就别的猫是那种你一伸手就能把它捞起来的，它是你一捞它就从另一边滑下去了。嗯，宝宝，姐姐在夸你可爱呢，你好可爱呀，铜锣烧，对吧？继续玩玩。他真的很蠢，我不是开玩笑的。他，你看，你们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他不是很聪明。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这样玩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躺着玩。你看，手没有碰到。呀，我们宝贝真可爱，是不是？哎呀。不给姐姐摸呀，你看他傻，他还不准人说他，他一个人在那地方舔个毛衣掩饰一下他的尴尬，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他傻，他不知道。铜锣烧，铜锣烧，你的脚脚会开花呀，铜锣烧完全不理我。别走，别走，铜锣烧，铜锣烧，无语，无语啊，大无语事件呢，就是我的猫不理我。他的猫，他的头，他的脑壳和他的耳朵是黄的。我知道猫和狗都是听不得别人说它笨的，因为我听说只要它听懂了我们说它笨，它就会真的变得很笨，所以我从来不当着铜锣烧的面让它知道自己很笨，我怕它自卑，在跟别的小猫玩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笨，不配跟他们玩，所以我从来不告诉铜锣烧它很笨，我都是背着它说的。我当着他的面我都说，呀，我们莎莎好厉害呀，会爬柜子了是不是？其实他根本就不会爬，是我抱上去的。我刚刚说的话他听不懂，他只听得懂一种语气的，就是呀，我们莎莎真可爱，我其他样子说话他是听不见的，他只听这种可爱的声音。他还是小朋友，他才七个月，他几个月我看一下，二月份到现在，他才六个多月，快七个月，他只能听见这种哄他的声音，太现实的声音他听不见的，他也听不得，小朋友是听不得这样子的话的。朋友们，家里有猫猫哦，这里又来了个傻瓜，来 BB， 我们聪明鬼过来，嗯 BB。你是小老鼠，你真可爱。只要我说他是小老鼠，他都不知道我在骂他。他们看起来都很喜欢这个小蜜蜂的。铜锣烧要去他的老位置了。你看他老婆也很笨，根本就不会玩。你看用头去顶，天哪，他都不知道在玩什么。但是他老婆可能看起来聪明一点，是因为铜锣烧看起来有点笨。我们 BB 真可爱，对不对？好乖哦。你们看铜锣烧，哈哈哈哈，暗中观察。BB
唐乐莎，我们唐乐莎真可爱，对不对？快过来，唐乐莎。还要假装没听见我喊他，比比好可爱哟、哦，对不对？比比，唐乐莎真的很好笑、啊，哈哈哈哈哈哈。比比，你是漂亮的小女孩是不是？去找铜锣烧了。你老婆来了，铜锣烧。呀，回头去找老婆了，要跟老婆玩了。你们看到了吗？他们去那个角落做一些我们不能看的事情。呀，他老婆怎么出来了？连猫都过得比我们甜，你看我们实在是太惨了。这不可以看的，人家小朋友之间就牵牵手，你们在想什么呀？比比浪不浪我倒是不知道，哎，我只知道铜锣烧很喜欢比比。抹布，铜锣烧追着比比去了，看吧，完全不理我。啊，猫猫牵手就会生小猫啊？这样啊，那我改天去教一教他们，赶紧牵手收生一窝小猫，让我拿来卖。嘿，突然想到了另一个发家致富的方式。杨若曦真是太爱钱了，关于挣钱，关于钱这种事情，她一瞬间能有很多的想法。到时候生出一堆黑白的，像铜锣烧这个样子的，那真的就是一屋子的抹布，哦，还是脏抹布，救命！我怕都没有人买。我哪狠心了，孩子长大了是要离开妈妈的。罚吧罚吧，把我罚的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就再也不用给我，他也再也不用给我发工资了。然后我就天天喝西北风，饿死我。然后我一定要倒在公演台上，然后要说我是很努力的在练公演，然后废寝忘食，特别努力才倒在台上的，我才不说我是因为穷的吃不起饭呢。我要趁此机会营造出一个努力的人设，然后我会不会活我不知道，反正大家都会知道了，广巴不发工资给我吃饭。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才不会骂广巴呢，我没有粉丝会骂广巴的。你不懂，我们这种只能，你们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甚至你们压根都不会理睬我，你们只会说哇，杨老师今天好努力，跳音在台上了。铜锣烧，你带你老婆干嘛呢？撞的那柜子哐哐响的，啊，不至于不至于，我不会让自己上这种法社会新闻的，太尴尬了。高伟然只能跟我一块喝西北风，我高伟然，我有多穷，高伟然就有多穷，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起贫穷。我唯一的梦想就是能够凑够50万的鸡腿，或者是下个月涨工资。我甚至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思考了一下这两个事情哪个比较容易实现，后来我发现两件事情
都不如喝西北风来的快。哎，等一下，他跟他老婆出来了。你老婆上厕所，你去干嘛？哎，出来！你老婆去厕所，你干嘛？天哪，上厕所都要守着，太甜了吧？怎么会这样？你们俩，他上厕所你也要守，童乐少？不好吧？哎，那是空的，那是空的。哈喽，你发现那是空的了吗？盆子都没有，你进去干嘛？哦，你生气了，那我不说了，你跟你老婆玩吧。他见不得我说他，我一说他，他就开始呼气，他就是。就这样看着我，我每次一说他就，他就是这样的，我俩不一样，我才不这样生气呢，我生气是没有表情没有声音的，我就垮着张脸就坐在那儿。不一样，我才不要跟他长得一样呢，丑死了他，他丑得不得了。他老婆上完厕所了，他要出来了，他这样蹲在那等他老婆太甜了。稍稍哪好看啊，他像个抹布一样躺在地上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夸他好看呢？你们可能是觉得我好看吧，好看的才不是腾伦烧呢，是我，嘿嘿。嗯，找你男朋友去，不要找我。他怎么拉完屎出来吻我呀？他会干个什么家务？他会让我长猫癣。你又偷零食，谁教你的？偷零食的小朋友是会挨嘴巴打的哦，挨个大嘴巴子。我也很可爱，我不可爱吗？可爱，我他不擦地，他只会把地搞得非常的脏，掉一地的毛等着我去收拾。我是可爱的小后辈吗？我是。铜锣烧暗中观察，我老婆在干嘛？我要去看看。老婆的屁股，老婆亲亲。老婆踢我了，天哪，我要挨下来给老婆亲亲啊，他们亲上了。啊，他们亲亲啊，不好吧，有点激烈。屁屁不给铜锣烧亲，天哪。啊，亲的好热烈。围绕着一只小蜜蜂，小蜜蜂说我太惨了，他们还咬耳朵。原来铜锣烧只是想要那个小蜜蜂，他是怎么有老婆的呀？老婆在面前，他却只想要那个小蜜蜂。他们平常就是这样玩的，你们想不到吧？谢谢 TRAFALGARD Water 的荧光棒，太可怕了！老婆在身边，他竟然只想要他的小蜜蜂。哎，累了。
为什么我的手机还没有还有电呢？好神奇呀、啊！他们真的在亲亲，他们还咬耳朵，天呐！谢谢北极熊的荧光棒，他们真的亲亲还咬耳朵，天呐！我看到了什么？磕死我了！磕死我了！磕死我了！好惨呐、啊！你们怎么猫都不单身了，你们还单身啊？哎。好惨哦，呜呼呼！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体，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相遇，我们不一样。只有你们只是单纯单身，而我在这里看情侣打打闹闹。闹闹为什么要打我？我听到高蔚然的声音了。嗨，高蔚然，我在这儿看他们俩卿卿我我，他们。这居然是我不花钱能看的东西。你是怎么直播从那边走到这边的吗？啊、我在等我的手机没电，但是他。他俩呢？哎呦，我的天哪，都没有粮食吃了。他俩也不想吃，他俩是偷这个，你知道吗？轮番上来偷。很正常，我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袋子是这样的吗？为什么它是两个袋子吗？嗯，这就是铜锣烧干的，他把一个袋子撕破了，然后又要撕第二个，我没辙了，我就只能这样套起来。是听到这个声音了吗？烧烧，激动吗？烧烧，激动也没用。嗨，你还能从那儿钻过来，你好厉害呀！他们都是从那儿出来的，因为那个箱子挡着他们的道了。对，你好厉害。好久不见啊 ，BB，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他可能不记得了耶。我也是这么想的。我霸凌前辈，我没有，我怎么霸凌前辈了呢？铜锣烧是你前辈。嗯、看我们烧烧好可爱哟。BB， 我们去接水吧，好不好？跟姐姐去接水。哎呀，你的猫猫拳你要踢谁？踢你呀、啊哎！不许踢我。你不是要带他们去接水吗？我看了一眼，他们把这个水盆造的呀！天哪！你看我像一个卖猫的。啊，这么一看，感觉比比还挺好看的。错觉。哼。他俩长得好像啊。夫妻相，夫妻相，单身了吗？太正常了。为什么我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也毫无违和感？鸡胸肉有你一份好吗？喵！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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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踩我 ，BB 踩我！啊！铜锣烧也踩我！啊！腹翘腹髓，没办法，他踩我！好痛，我眼泪就出来了。他们一人踩了我两脚，给他们搞个冻干吧。吃个屁！哎呀，踩你就踩你了，踩你都踩不到，也没踩死，是不是？我死了！啊的！啊！我的手
死成。哦，不是你的手机，磕死我了，我也不会。这真的是巧合，真的是巧合。啊！你跟帽子欺负我。真棒的。看起来他们有了冻干，并不是很想理你的。你滚过来！我跟你讲，如果你阻挡铜锣烧吃冻干的话，他是真的会踢你的。啊！我骗你，他现在肯定护食的很。他为什么被我吃掉了还没有反应？因为他想着真是个智障，那就智障吧，总不能跟智障一样。啊！好好好好，哦，好好啊！一会儿比比就吃完了，就没有铜锣烧的份儿了，跟你讲。铜锣烧的表情。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姐姐不该吃你的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铜锣烧。我觉得铜锣烧现在心里面可能想的都是他已经听到背后在吃鸡胸肉的声音了，为什么还要记住着我？好好好，我们去吃鸡胸肉。你不要纠缠我。他不吃，他居然不吃，被你气的。他生气了。对，被你气的，他又不吃了。你拿块整的呀，铜锣烧，不生气了好不好？哎，不生气了，哎，不生气了，铜锣烧，铜锣烧，不生气了好不好？啊，吃好不好？吃，不生气了，哎，不生气了，铜锣烧，铜锣烧，别生气了呀。不就吃了你一口吗？别生气了，铜锣烧，这么小气啊，铜锣烧，铜锣烧，铜锣烧，完全不理我。烧烧，我们烧烧是最可爱的小猫咪啦。哎呦，妈妈。听起来不太像，听起来你们相处的不太妙呢。烧烧，吃吃好不好？不生气了啊。哦，不生气了嘛。听听，不生气了好不好？他背对着墙，他不看我。他很明显的就是在生气呀。烧烧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不吃鸡胸肉。啊，不生气了嘛？你怎么还要人哄呢？好吃了就不生气了啊，好吃了吃了，把吃了就不生气了啊，我们乖宝贝吃了就不生气了啊，好，来，姐姐带你过去吃，不然你老婆要吃完了，走。那狗狗他老婆可饿了，给他吃半天了。哎呦，你为什么看到我也要跑？吃。不生气了啊！你说是泡羊奶好呢，还是泡水好呢？喝什么羊奶？他嫌气不死我吗？喝水，喝水！你说喝水，那咱们这儿都喝水。哼，气死我了！无语，明明被撞的是我，为什么还要我给他道歉？哦，谢谢的皇冠，谢谢，虽然我没有看见，痛死我了。他俩猫吃一盆还好吧？给你们看他们吃饭有多么的治愈。你怎么吃的脸上都是铜锣烧？你看两个脑袋挤在一块儿。一人叼一块吃，这就是小情侣的爱，小情侣的情趣吗？就是你一口我一口，是这样的吗？你们情侣都是这样吃饭的吗？对啊，他们情侣可和谐了呢。你们情侣好奇怪呀，一人一口的吃。不打架吗？多好。你看，哎呀，站着吃饭还能亲一口，磕死我了！我每天看这样的日常呢。
我在直播。对，他在直播。你啥时候回来呢？回来好久了。回来好久了，他在这看小情侣日常看了很久了。嗯，是的。他们一直都是只用一个碗的，因为我没有钱给他买碗，所以童乐烧一直是过来用着比比的碗。久而久之，他们就是只有一个碗了，就这个碗也是只有也是童乐烧的了。对，这个箱比较小，所以我们回头得买大的。哎，我的胶带呢？所以就是他跟我啊，你怎么挎在童乐烧身上？你好不尊重他。完了，童乐烧长不高了。他长不高了。长不高了。我得哦，谢谢菲菲的皇冠，谢谢。让我，你先一下就有光了。照照你自己，我先找胶带。哎，那我今天怎么看？哦，在这儿。铜锣烧长不高了。他买的呢？哦、嘿嘿。问题不大，我就借一点儿，借一点儿给他，借一点儿。改天整点新的。笑死，不必不必。不必哦，那个是王子的。好的，一会儿来。这个是葡萄型的这只猫。这是葡萄，大葡萄，它真的很漂亮。但它特别跟铜锣烧合不来，它跟铜锣烧吃不了一盆里的东西。铜锣烧要吃东西，它如果它也看上了那一盆东西，它要去吃的话，它会给铜锣烧一个暴扣。它俩合不来，是一起走路都会很合不来。对，他俩是那种只要挨在一起，铜锣烧就得挨打，就得挨打的那种，一击暴扣。他真的特别惨，因为铜锣烧又矮，他的腿短，还有矮葡萄一截，然后葡萄每次看到他就会给他一击暴扣。给你看看铜锣烧的。哦，谢谢北极熊的皇冠，谢谢。这个也是他扯烂的，然后这个袋子也快不行了，也已经烂了。你怎么不把它扯烂嘞？嗯，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一块抹布而已。问题不大。给你们看看这个葡萄，葡萄很漂亮。葡萄，葡萄，桃桃，葡萄，葡萄很漂亮。葡萄是我第一次见到漂亮的猫咪，大大的眼睛，它的眼睛好大，所以它叫葡萄。但是很可惜的是，铜锣烧跟他合不来，他总是想给铜锣烧一记跳起来给他的脑袋一记暴扣。葡萄是大猫咪了，是这里最大的猫咪，是三只里面最大的，体型还有年龄都是最大的。铜锣烧怎么不吃了呀？对，烧烧趴那儿了，胖了吗？这是。哦。要给你拿过来吗？嗯，拿过来吧。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在做拉伸运动吗？你没看到？啊。前爪在向前伸。啊。吃饱了拉一下筋。武学奇才，懂吧？确实。啊！他伸爪子。哦，他伸了爪子出来。可能他在生气吧。他抓到我了。还在生你的气吧？哎呀，不生气了，姐姐就吃了一口而已。啊，不生气了，好不好？就吃了一口。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啊？我这么教你的吗？平常？你教过他吗？现在教你，不要这么小气。怎么这么小气呢？我这教你呢，你怎么闭眼了？他好不尊重我，他睡了。他睡了。哎呦。哇、哦，你真的伸爪子出来抓我！你天哪，你不得了了你！你真的不得了了啊！啊、哦、不走！铜锣烧，乖，乖，不生气了好不好？你有猫癣，对你不离不弃的人是我。你搞了我一身的猫癣，我还在抱你，你不要这么容易生气嘛，嗯，好不好？嗯，乖乖。他看起来完全不愿意理我，
别生气，生气就不是可爱的小猫咪啦。走了，他走了。他不跟我玩儿，他的腿真的好短。他一定不会听到我在说他腿短的。但是他刚刚没有呼我了，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这样了，说明他没有很生气，他只是一点点生气，证明我已经哄了一点了。对，他把爪子伸出来了，抓了我一下，好痛。天哪，铜楼小叮当说我活了七年都没有过这个待遇。小叮当要是朝他要是抓我一下，我都屁股都给他打开花儿，还轮得到这样哄他？只有铜锣烧是介于我跟他还不太熟，所以我给他点面子，但是他看起来并不是很给我面子。他是个坏人，他不给我面子，我们不跟他玩了。我一般只对我爱小叮当很近，都是对他表达喜爱的亲亲，所以如果我当着他的面把铜锣烧吃了，他会觉得我很喜欢铜锣烧的，他会生气的。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的狗也哄不好，猫也哄不好，怎么办？啊，正好我妈养了一只新，我妈捡了一只新的狗，我会去哄那只狗。战略性转移。那只狗狗叫咪咪。好了，我真的要没电了，朋友们，10%了。我今天播了好久啊，天哪，1个多小时，真不错。主要是为了大家记住我今天这个很清纯的裙子以及我骚气的头发。好了，再见朋友们。我知道裙子真的很清纯的，它是个碎花裙。那我们铜锣烧又出来了，铜锣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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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我。好啦，那我们要拜拜了朋友们。好兄弟再见，拜拜。不喝这个。886888888，拜拜。我说拜拜了，你们不出来跟我拜拜，拜拜拜。出来跟我拜拜，快点，拜拜。都不跟我拜拜，拜拜，拜拜。